你去哪了？你不是说相信我能解决吗？为什么还要取消新品发布计划？你的解决方式就是找林恒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 林恒影视基地与神秘女粉丝亲密互动，热搜32，短短半个小时上升到11，这么有话题和热度。如果视频一旦发出，大家都会看到和他互动的人是我沈君瑶的女朋友。你觉得大家会关注我的绯闻，还是关注新品发布会啊？你看我发的视频了吗？就这么武断？根本不需要看。沈墨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 失望是吗？沈君，你看，到底谁让谁失望？怎么会是唐景轩？因为我答应过你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，陪你和斯坦科技一起度过难关。沈墨。